刘嘉玲曝王菲排挤差，故意放炮轰闺蜜王菲和刘嘉玲这对姊妹桃情比金坚。近日，中国网友翻出一段刘嘉玲昔日受访影片，爆料王菲私下赌性坚强，可以接受别人批她歌艺差，但绝不能忍受说她排挤不好。刘嘉玲为了哄闺蜜开心，总忍不住故意放炮。 刘嘉玲被问到打牌时会为谁故意放炮，她立刻回答王菲，透露王菲一定要赢。可以说她不懂唱歌，但不可以说她不懂打牌，更爆料王菲牌技真的不好，让她总忍不住故意放炮，让好姊妹开心。其实过去张国荣就曾分享，某次刘嘉玲看王菲打牌。 忍不住噼他这牌怎么会这样打打坏了？没想到激怒王妃，一脸严肃回：“我告诉你，你说我唱歌不好，我认了；你说我搓麻将不好，打死也不认。”显现天后不服输的个性。网友见闻也留言笑称：“我愿意为你，愿意为你，妃子就是这么任性。” 有这样的闺蜜当牌友真的好爽，因为说她唱歌不好没人信，说打牌不好会信。成龙女儿奏效，小龙女吴卓林求救登上美英日媒体。十八岁小龙女吴卓林和三十岁外籍女友 Andy 即由 YouTube 发声，成因双亲恐惧同性恋 （homophobic parents），他们求助无门。 流落街头一个月，小龙女开头就报上自己是成龙女儿，加上全程讲英文，果然引起国际主流媒体注意，包括美国《时人》、英国《每日邮报》、日本《日刊体育报》等陆续报道。时人提到，吴卓林之前不曾把成龙当父亲。 他三年前受访时说：“他从未存在于我的生命，我绝不会把他当成父亲，我不会说他是我爸，我只会说我成龙，一个演员。”报道也介绍吴卓林去年一连串在 IG 出柜示爱的举动，并致吴绮莉对于女儿的控诉，回应是去找份工作。 而日本网友看了报道后，批评吴卓林，结果还是利用成龙的名气。既然认为没父女关系，就不应自称是成龙女儿，是为了钱吧？英国《每日邮报》网站大部分网友留言：“去找工作吧。”有洋葱，周杰伦告白母亲叶惠美，网友既兴奋又感动今。今一日。 周杰伦突然在 IG 上曝光了张与妈妈叶惠美的合照，并用英文写道：“我的妈妈不仅是我学校的艺术老师，也是我生活中的老师。”并强调听妈妈的话。网友们看了既兴奋又感动，直呼好幸福。巧合的是，这两天周杰伦“地表最强”二世界巡回演唱会将在大陆成都开唱。 有粉丝还特地到机场想要接机，没想到却接到了周妈妈。许多大陆网友纷纷在微博讨论着，这次演唱会最大的嘉宾就是周杰伦妈妈了。周杰伦是演艺圈出了名的孝子，成名后也常带着妈妈到处玩，就连开通 IG 后的第一篇贴文，也是放上自己与妈妈的合照。 而许多人也都知晓，周杰伦在出道前曾有过许多刻苦的经历。这一路上一直支持他的妈妈，如今他成了有名的音乐才子，全球各地都拥有许多粉丝关注。而这一回演唱会还特地邀请妈妈来听，让网友们更加期待。林志玲秀照被夸人比花娇。 网友留言瞎扯，盐城去林志玲常常在微博上秀出漂亮自拍照。今日她又秀出一张照片，与一群花朵共同合照，并写下“有看到我吗？”让网友纷纷留言：“花仙子有啊，这么美你怎么会看不到？仅有看到花美人更美。”但有趣的是，底下竟也有算命师留言。 并帮忙算林志玲与言承旭之间的恋情，引来不少网友回应。网友风水大师李东水河南粉丝回应：“肯定有看到萌萌哒的女神，多少人喜欢你和言言？”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，丙辰庚子戊午，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甲寅乙亥甲戌。 两人比之，寅午戌三合火局，明年感情尚且不稳定，但是明年两千零十九应有婚相，敬请期待。只是言是戊土命，临是甲木命，甲木克戊土，婚后临占主导，恐怕言是疼老婆的命。祝福。由于文不对题，反而引来大批网友留言。 还问该名算命师何时能帮自己算命，意外让整个讨论流年串焦点转移。有洋葱，周杰伦告白母亲叶惠美，网友既兴奋又感动今。今一日，周杰伦突然在 IG 上曝光了张与妈妈叶惠美的合照，并用英文写道：“我的妈妈不仅是我学校的艺术老师。” 也是我生活中的老师，并强调听妈妈的话。网友们看了既兴奋又感动，直呼好幸福。巧合的是，这两天周杰伦“地表最强二世界巡回演唱会”将在大陆成都开唱，有粉丝还特地到机场想要接机，没想到却接到了周妈妈。 许多大陆网友纷纷在微博讨论着，这次演唱会最大的嘉宾就是周杰伦妈妈了。周杰伦是演艺圈出了名的孝子，成名后也常带着妈妈到处玩，就连开通 IG 后的第一篇贴文，也是放上自己与妈妈的合照。而许多人也都知晓。 周杰伦在出道前曾有过许多刻苦的经历，这一路上一直支持他的妈妈。如今他成了有名的音乐才子，全球各地都拥有许多粉丝关注。而这一回演唱会还特地邀请妈妈来听，让网友们更加期待。林志玲秀照被夸人比花娇。 网友留言瞎扯，言承旭、林志玲常常在微博上秀出漂亮自拍照。今日他又秀出一张照片，与一群花朵共同合照，并写下“有看到我吗？”让网友纷纷留言：“花仙子有啊，这么美你怎么会看不到？仅有看到花美人更美。”但有趣的是，底下竟也有算命师留言。 并帮忙算林志玲与言承旭之间的恋情，引来不少网友回应。网友风水大师李东水河南粉丝回应：“肯定有看到萌萌哒的女神，多少人喜欢米和妍？妍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，丙辰庚子戊午，连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甲寅乙海甲戌。 两人比之，寅午戌三合火局，明年感情尚且不稳定，但是明年两千零十九应有婚相，敬请期待。只是颜是戊土命，林是甲木命，甲木克戊土，婚后临占主导，恐怕颜是疼老婆的命。祝福。由于文不对题，反而引来大批网友留言。 还问该名算命师何时能帮自己算命，意外让整个讨论流年串焦点转移。